什么水嘎出去，这世人永远唔爱去踏入酒家大门。爸，你要跟我走？曾嬛嬛，你搁要定时到什么时阵？唔爱搁定浪费大家时间啦。假使你若搁有一点仔天，就为你去奶茶因家放火这件代志，好好地才认错。周永成。你真正是哦，看钱要生一个囝呢？是，无唔对，我是有去过奶茶店社区，啊，不过迄回相处代志哦，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啊。我真正唔知影你是安怎煽动爸的，让爸跟永琪哦拢听你的白话话了。我不需要跟爸讲啥，你跟蔡英文两个人在房间所讲的话，监听器。阮听甲一清二楚。啊，若无你俩阵讲，爸会怕你，爸会赶你出去，阁会讲话讲到遮尼肯定？莫阁听编故事啊！就算你编了，阁较好听，无人会听。恁哪会当在我的房间装监听器哈？我看自头到尾啊，恁根本哦都无真心想要接受我啦！奶茶的精神即嘛出问题，到监听器是为着要保护伊的安全才到，煞颠倒变成听你甲蔡玉茹的鬼计，啊，迄内容听起来你嘛无参详是予人威胁。我本来阁掠准讲你是予蔡玉茹带歹，即嘛看起来你的本性有问题。顶一届我对你手下留情，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。我用手还是我的断去啊！我袂甲你的手拗断，他个哦就是脱臼尔，你听一礼拜袂顶袂当。爸，我就听来了。你点点啦。哎，哎，班规，哎呀娘啊！你之前和叶丽梅甲江凤姐母仔囝，甲你害甲这尔凄惨。啊，不过我即马看起来，你完全无得到教训，完全唔知爱悔改，你甚至愈来愈歹呢。无你即马是安怎？想要教训我是嘛？我算是你的长辈，我若真正要教训你，嘛是对我好尔啦。啊，不过我看你即马讲话哦，这尔难瞒。而且这尔歹心毒性，连恁老爸教你都教袂顶当啊！我哪无想要替别人咧教囡仔？你想要教死我？恐惊你无迄个气力啊！人若食老就爱认老。你竟然跟我拍！杜平，你对我爸讲话这尔无礼貌，我甲你嘴跳跑哪有可能？你敢？你把我教成假，我即马我就让你知影跳跑出的感觉。你嘛跟我出去。我警告你，假使你若敢踏入酒家的大门一卡步，我绝对报警抓人。曾嬛嬛。你若是要甲蔡英文两个人两背为奸，那是恁家的代志。暗句，请你卖阁用酒家的千金姐的名号来破坏阮酒家的名声。你若是阁唔肯悔改，一生五年你的财产都免想要得到。好啊，遐个钱哦，拿来给你哦，要给我吃啊。曾嬛嬛，是哥先给我呛声的哦，免讲歹听话哦，我嘛要讲啦。周永成。你这世人真正了然啊啦！之前阁想要教我的大哥好好心，我看你睏到睏较有面的啦。你还阁周永琪，
你竟然主动，我想要回来厝，你破坏我的幸福。好啊，那咧我就呛你哦，你一世人得袂到幸福啦，一世人做老高婆啦。爸哪有恁这种哦，捡个兄妹啊哈？我著等你哦，以后替爸洗目屎。哪来做？这就看你要安怎回答我。我问你，奶茶养母的死到底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你怎么常常问我这个问题啦？他的死哪有可能跟我有关系啊？永成哥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是你在奶茶养母家放火，你又说跟你没关系？是啦，那火是我放的啊。啊！不过奶茶因养母是死在病院内底呢，啊，不是去学会休息啊，跟我有啥物抵代啊？无唔对，伊唔是学会休息，伊是伫咧病院雄雄过身呢。那呢，是安怎你会走去病？我哪有啊？你莫阁讲白贼咯，监视器拢已经拍到啊！你甲蔡如两个人伫咧病院，阁拄啊好是奶茶养母过身的时阵，你敢讲跟你无关系？真正讲，我无去病院啦，恁哦一定是认唔着人啊啦！证据拢已经摆伫眼前啊，你讲啥物硬拗？我哪有硬拗啊？这件代志哦，真正讲哦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是啦，我是足生气哦，奶茶哦白白住伫迄酒家买厝啦，啊不过哦，我甲伊养母也无冤无仇啊，我无代无志害伊是要创啥哈？那真正要害哦，我嘛是应该害奶茶、啊。你袂当因为讲哦，我有做唔到一件代志，就安尼哦，把所有的罪名拢怪伫我头壳顶啦。好，你唔肯讲老实话，就莫怪我大义灭亲。行。哎，吴教授，我想要去倒啦。带你去警察局讲好清楚啊！你即马自首，至少会当破较轻呢。我安尼嘛是为你好。行啦。哎呦，吴教授，我不来，你放手啦。你连杀人拢敢？这次我袂阁安抚你啊！而且监视器拢已经拍到啊，你阁安怎拗？警察嘛是会带你去问话哦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有去病院啦。你承认是你害死奶茶的养母？我是讲我有去病院，啊，不过我无害死奶茶的养母啦。哪里你讲？是安怎才哩拄啊好？你去病院的迄天，伊就过身啦！你解释清楚啊！迄拢嘛是蔡玉奴啦，是伊表去跟奶茶养母迄囝一个嘛。迄囝？嗯。是安怎啊？啊，哪会袂听袂当啊？是啊，啊，死去啊！哪会安尼啊？我啥物话拢无做呢？啊，哪会安尼永永死去啊？我要哪会知啦？食到这落货，身上应该真侪慢性疾病，啊，临时安尼带起来，嘛袂感觉真奇怪啊？我拄则连脚都无甲伊脚表，伊死去哦，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惠玲已经死啊，咱连目的嘛达成啦。进来，走，进来。代志就是安尼啊，是伊雄雄发作呢，真正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啊。就算你要直接动手，啊，不过伊会发病，嘛算是你造成的。啊！你讲起来，你同款有责任的。你莫有白乱讲话哦！明明就是奶茶因养母家己破病死伫病院内底呢，你莫硬牵我哦，到我头壳顶啦！搁再讲啊，我甲蔡玉奴已经讨论过啊啦。对，我承认迄火是我放的，啊，不过恁根本哦，都要联合的证据啊。就算讲哦，我去让恁倒去看伊啊，只要我还口供哦，恁嘛无我的法啊。真反话！你讲的敢也是人话？你敢有良心吗？我当然嘛有，
我就是心肝想过冷的啦，不才会得让你王五甲还有种的一直欺负啦。我跟你讲，自今麦开始哦，我要替我家己设想啊。所以恁哦，只要我任何一件代志哦，我拢袂承认啦。我看恁嘛卖白了光啊啦。好，我袂阁浪费气力，可劝你回头，因为你已经无救啊。我无法度让爷爷有你这款的妈妈，我嘛无想要跟你阁有任何的交叉。咱离婚。吴家龙，你今摆在讲啥？你好歹讲一摆哦！我讲甄嬛嬛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好啊，离婚就离婚啦，我也无稀罕哦，跟你这段感情啦。当初我就是目睭瞎眉啊，唔知嫁予你这个卡鞋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一个哦，无钱、无内容、无出来查甫人啦，根本哦，怪我袂起啦。我跟你讲啦，等我以后继承酒家一切了后，我变成有钱人啊，你就莫跟我后悔哦。死狗，跟别人乱，给我原谅你。你放心，今麦我上后悔的代志，就是跟你结婚，就算你变成这个世界上好样的人。我嘛绝对袂回头来找你。你身边有好。我家己一个人，入去内底看明仔状况，千万袂当让因知影你有地来。啊，若无遮少，等到有危险。你确实是无简单，竟然有法度找来遮，看起来真正是无白等的吼。我对有兴趣的查某囡仔，真是足厉害。就算你甲我插到天边海角，我拢有法度甲你找出来。我来啊！遮少人伫咧倒位，你紧放伊走。要放恁小妹走的条件真简单，换你做人质。立夏！吴家秀就伫咧头前，我即摆有你三分钟好好考虑，然后我就会画三二一，啊，咱做伙开枪，看明咱谁是神枪手。志扬哥，三